哈哈，你还不睡觉啊？在看书啊？你这书看得懂吧？都是字。我在看图片。哦，你热不热？睡这里。不热。不热啊？那你不要看了，早点睡吧，好不好？那你把书放了，一个人乖乖的睡觉吧。那我把灯关啦。晚安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轩轩。我儿子啊，现在越来越厉害了，敢一个人睡觉了。以前他都很胆小的，现在呢，我们会给他一些鼓励，还有一些奖励，这样呢，慢慢他就学会一个人睡觉了。本来呢，我也想睡了，然后我突然想到有一件事还没办，今天不把这件事办了，我还睡不着觉呢。现在我去隔壁把我老公给他叫过来。老公，你还没睡觉的？现在不是还早吗？你怎么又在玩手机啊？每天不是玩手机就是去喝酒了。你哪里是喝酒了啊？那你昨天不就出去啦？那不也就是昨天啦。哎呦，那你昨天晚上喝醉酒了，你还记得吗？知道，怎么了？那你昨天晚上说啥话了？你记得吗？忘了。忘了就好了，太好了。干嘛？我说什么了？你没说啥，啥也没说，啥也没说，这个事就翻篇了，不管他了啊。你怎么好好突然又睡这里了啊？那还不是怪你啊！这几天那么热，还不打空调，还怕冷啊？我这么怕冷，我当然跑这边来打空调了。那你今天去我房间吧，我今天开空调了，我们省省电，不要开两个，好吧？干嘛？今天好好的叫我打空调啊？今天热了。没什么好心又。没有，我叫你去我那边，我给你按摩。还按摩啊？对啊。有这么好？就这么好啊，不行啊，真的，那走走走吧，走。老公上班累不累啊？不累。给你按摩一下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不要卖关子了，有什么事你直接说。没有，就按摩一下，给你服务一下。有什么要求就提吧啊。不要给我在这里献殷勤了，都被你看穿。那我直说了啊，说吧，给我点钱，手头有点紧。怎么又没钱了？不是刚上几天给你的？你不要乱讲，已经很久很久了。你视频不是还有收入吗？你怎么就还不够花？不够啊！你怎么好意思讲呢？我买电瓶车还花了2000块呢。电瓶车是你自愿买的，好不好？是你叫我买的。你现在的意思是不是就想让我还你电瓶车的钱啊？你怎么那么抠的？我没有，没有，我没说要你还。这样子，我租给你行不？你那个，10块钱一天租给你。我才不要那么贵，我是那家小的，好的，是那小的是我买的。谁说的？也是我的，好吧？5块钱一天。不要，那我自己开车好的。车也是我的，20块钱一天。车是我买的啊。你们也有我的。20块钱一天，那我才不呢。不行，你必须租，要不就给我点钱。你说多少？你要500？拿去干什么呀？我平常没有了，你看我现在多省啊，衣服也不买了，水果也不买了，对吧？我手头真没了。本来就应该这样，你不知道你老公刚交了房租，手头也很紧吗？啊，才500，太多了，给你300，过几天再给你，赚了，好吧？好好好。那你什么转给我？随便，微信支付吧。你给微信转给我吧。老公，我收了啊。开心了吧？就知道你叫我来没好事情。现在给我按摩，我要把钱赚回来。好好好，给你按摩。